之前答应那位老前辈也是没办法的事情，反正小僧是少林弟子，不能改投别派，胡作非为。你说什么？啊，玄南大师刚才对你说什么了？他让我听你的话。所以呀，玄南大师让你听我的话。 莫容公子，你们要去哪里啊？段公子，我们应该不是同路，不如就此别过来。同路，我久仰慕容公子大名，再说我也很想跟慕容公子讨教讨教。段公子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这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？啊，公子爷。 我们为什么非要跟他们一起走啊？再说了，王爷嘱咐我早日带你回去，别多嘴。啊，慕容公子，我真的愿意和你们一块儿走。表哥，就让他和我们一起走吧。随你便吧，王姑娘。 表哥，他什么时候对我，那我对他表哥十分之一就好了。王姑娘，哎，公子，哎，公子爷，人家既然不喜欢我们，我们干嘛还跟着人家？不是有点死皮赖脸吗？你说我死皮赖脸？啊，不不不，我是说死皮赖脸。这条路又不是慕容家修的，为什么我不能走啊？ 再说，那个慕容复老是欺负王姑娘，我必须保护她。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！王姑娘，你累了吗？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啊？段公子，你还跟着我们呢？你还是别跟着我们了。 我说段公子，你们大理国的男人，是不是都有点那么……啊，那么……啊，公子爷，怎么走吧？省得跟人家受气。不行，我要跟着王姑娘。你居然能够得到无崖子前辈的抬爱，无崖子前辈把他毕生的绝学传授给你，你真是福缘不浅呐！祖师伯，你不会怪弟子吧？不会，不会。哎，祖师伯，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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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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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为什么要害他？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我绝对不敢陷害掌门人。你祖师母是中了丁春秋的毒啊！你小心啊！有人要。
宋老前辈，你笑什么呀？啊，你怎么了？你笑什么呀？为什么要笑啊？啊！宋老前辈，老前辈，老前辈。 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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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
逍遥派弟子康广陵拜见新任掌门。拜见新任掌门。拜见掌门师叔。丁春救了一个恶贼，他害死了我祖师伯，还害死你们师父。报仇诛奸全凭新任掌门主持大局。我非杀丁春秋，丁春秋这恶贼不可。掌门大允诛奸，为我们师父报仇，众师侄深感掌门师叔的大恩大德。不敢不敢，各位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啊，起来。师叔，弟子还有一事想禀告。那你说。起来说，起来说，大家都起来，都起来啊。我们几个当年被师父逐出师门，其实是师父怕丁老贼来害我们，又不忍心将我们刺聋耳朵割断舌头，才出此下策。今日要掌门答应我们才能重回师门，否则我们几个到死都还是无门无派的孤魂野鬼，在武林中抬不起头来。这掌门我是做不了的，但要是不答应他，他们会纠缠不清，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放我走，还是先答应了再说吧。既然尊师已经答应你们重回师门了，你们就是重归师门了，那还担心什么？师弟师妹，掌门师叔答应我们重归师门了，大家快跪下磕头啊！快快！多谢掌门师叔，多谢掌门师叔！大家快请起，快请起啊！他们都去哪儿了？慕容公子和少林派的众高僧，他们已经都各自回去了。那我也先走了。掌门师叔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回少林寺啊。掌门师叔，你回少林寺，那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呀？这个，我很快，很快啊。掌门师叔，掌门师叔，哎呦，掌门师叔，快快请起，掌门师叔，请起。逍遥派还等着你回来主持大局呢。好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，一定回来，一定。掌门师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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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掌门师叔。段公子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慕容公子，路途遥远，我们结伴同行吧。段公子，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办呢。没关系，慕容公子，我正好没有别的事情要办。段公子，我敬重你才叫你一声段公子，请你自重一点，我们实在是不愿意跟你结伴同行，还是各走各的吧。公子爷，你是大理的皇族，跟着他干什么呀？段公子，你再跟着我来，就别怪我下手无情。哼。
王姑娘，你就这么走了？请问你有没有看见我祖师伯和师叔他们往哪里去了？慕容公子，啊，真对不起，没有看到少林寺的几位高僧。哦，那多谢慕容公子了。可能小僧的祖师伯和师叔还在前面，我去追他们。哎，等等，小师傅，你的武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高了？啊，公子，发生了什么事？退下。啊，慕容复影着，没有看出你的轻功这么好啊！啊，我真的跑得很快吗？我只是随便问问，小师傅不方便说，可以不说吗？啊，不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就这么跑的。这是干什么？哼！啊，表哥，我看这位小师傅没有什么敌意。你闭嘴！你懂什么？请。对不起，慕容公子，我先走了。表哥，表哥。表哥，真没想到我们这一路上出来遇到这么多的事儿。我这次出来那么久，回去以后我娘一定要重罚我的。没想到啊，这武林中新人辈出，高手越来越多，复国大业我还要等多久？王姑娘，你看，这有好多枣子，你尝一个，啊！你对我笑了，你对我笑了，
你这个人真奇怪，我为什么就不能笑呢？公子，你尝尝，可甜了。公子啊，你这次回家，王爷他们肯定很高兴。你看，不用做跟屁虫了，有多好啊！自由自在，还不用看人家脸色行事。你真啰嗦。这枣挺好吃的。王姑娘，她心里眼里就只有她表哥一个人。公子，公子，哎，公子，八天石。是吗？八天石，公子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可算追上你们了。参见公子。真巧啊！哎，我这次去中原发现了一个大秘密。哦，是吗？是关于姑苏慕容家的。啊，真的？是什么？现在慕容家交给一个叫阿碧的姑娘管，挺奇怪的。慕容公子不在，让阿碧姐姐来打理。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哎，你没有为难阿碧姐姐吧？当然没有，我只是想进去拜祭拜祭慕容伯的灵位，可他没有答应。到了半夜，我呢就偷偷的溜了进去。慕容博没死啊，然后让他的儿子慕容复在中原到处露面，他却到处杀人，故弄玄虚啊。慕容博的武功深不可测，他要杀人可以用别的手段，不一定非要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手法来暴露自己，这样对他的假死也没有什么意义。嗯，可现在慕容家把这个秘密守得挺紧，要不是我偷偷探目，咱们怎么能知道慕容博还没有死啊？哎，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别管那么多了，咱们回到大理再说吧。哎，公子，哎，啊啊，咱们该走了。哦哦。你现在在哪里呀？我应该跟着你的，别人再怎么说，我也应该跟着你的。我该跟着你的，我该跟着你的。你们先去找家客栈住下，我去办点事，随后来找你们。是是，表哥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瞎胡闹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我王姑娘，公子是怕万一有什么闪失没法分身照顾你。表哥，那你一定要小心啊。哎呀，我又不是个小孩子啊。你们找个客栈等着我啊。公子保重。里边请，哎，里边请。来来来，哎，小师傅要点什么呢？来两碗素面，不要荤油。啊，两碗素面加点荤油。不要荤油，不要。两碗素面不要油。
在等人吗？这地方能坐吗？施主请坐。哎，面来嘞。小师傅，您的面请慢用。好好好。哎，小二，哎，给我来上一大碗的白肉鸡汤面。好嘞。喝酒啊。啊，哦，请问施主，你有没有见过四个和尚啊？四个和尚我倒没有见过，不过呢，一个和尚我倒是看见了。一个和尚，在哪儿见的？好像就在这个店里见到的。这个店里，请问施主，他长得什么样子？多大年纪？他往哪里去了？他好像小眼睛、大鼻子、满脸的包，差不多20多岁吧。正在吃两碗素面，而且啊，还吃得津津有味呢。小施主原来在说我呀。施主就施主，干嘛要加个小字啊？我只管你叫和尚，又没叫你小和尚。是施主。哎，白肉鸡汤面来了。哎，客官，您慢用。嗨，这青菜蘑菇面有什么好吃的？来来来，我请你啊吃白肉加烧鸡。哎，罪过罪过，施主，小僧一生从未吃过荤腥，施主请自便，请自便，请自便。有什么奇怪的？接着，你看这个甲虫，它有一个硬壳，而且啊还乌黑乌黑的，像涂了一层油。一般甲虫都是这样的。是吗？哎呦，罪过罪过。我还以为啊，你是一个严守清规戒律的好和尚，原来啊，也是个口是心非的假正经。我什么时候口是心非了？你说你一辈子没吃过荤腥，那你刚才为什么把这碗鸡汤面给吃了呀？施主说笑了，这明明是一碗青菜蘑菇面，哪来的鸡汤啊？我还特别关照过店小二，半点荤油也不能放呢。和尚，你说你是一辈子没有吃过荤腥，可为什么吃起这碗鸡汤面来吃得津津有味呢？和尚，我告诉你吧，你这面里啊早被我放了一勺鸡汤了。你刚才吃的是鸡汤面。你刚才我哎，和尚，这样吧，你呀，赶紧把眼睛闭上，反正就假装没看见。我呢，
再给你加上一勺。哎，我想这佛祖是不会改罪你的吧？哎，你别！哎，你刚才要找的那四个和尚从这儿过去了。哎，就在那儿呢。走了，我看这儿倒不错，我们在这儿吃点东西。是。这儿干什么来了？嗯，拿来。不在弟子身边。在哪儿？在辽国的云州城。到现在你还想骗我？没有，师父，弟子真的没有骗你，弟子真的把他放在了辽国的云州城，就在辽国南院大王的王府里面。弟子到了北边以后，怕把师父的宝物给弄丢了。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萧大王的后花园里面。他们家的后花园啊，有6000多亩地呢，十分的隐蔽，除了徒弟以外谁都找不到的，您就放心好了。既然你不肯交出来，那我就废了你的武功。师父，徒弟偷您的神木王鼎玩耍是有道理的。好，有什么道理说。师父，当年您年轻的时候武功不如现在登峰造极，所以您就用神木王鼎来练功。可是您现在已经天下无敌了，所以也就用不着神木王鼎了。师兄弟们这么大惊小怪的，其实是小看师父您了。接着说。咱们新秀派
已经是天下无敌了，您只不过是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中原武林人士一般见识而已。可是这么一来啊，中原武林有一批狂徒，什么姑苏慕容氏最有名头了，少林呢也成了武林当中的泰山北斗，还有什么聋哑先生啊、大理段家呀、啊，都成了了不起的大人物了。哼，师父，您说可笑不可笑啊？这么说，你偷了王鼎，倒是你的一番孝心了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不过，徒弟除了一番孝心之外，也有那么一点点的私心。一点点的私心？什么私心啊？师父，您可别怪我呀。您想，我作为新秀派的弟子，当然是希望本门能够威震天下。弟子行走江湖的时候，像师父您一样受人爱戴呀。这就是弟子的一点点私心。你还替我扬威天下了？凭你这伶牙俐齿，我杀了你也怪可惜的。多谢师父，本门上下谁不感谢师父的大恩大德？从此以后，本门众兄弟们一定会团结一致，为本派能够发扬光大，粉身碎骨，赴汤蹈火，对吧？啊！你这些骗人的鬼话，骗骗别人还可以，你跟我说这些，是不是觉得我老糊涂了？我废了你的武功！丁先生，你这么一大把年纪，怎么和小孩子一般见识？在外人面前清理门户，未免太杀风景了吧。丁先生，不如咱们喝上几杯如何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慕容复也在这儿，今天我倒要看看他怎么破解我这逍遥散消散。慕容公子，算我们有缘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就是他，你别来，你是狡猾。丁先生，这杯就赐给你徒弟喝吧。啊！逍遥三笑散，逍遥三笑散。先生武功独步天下，想不到弟子更是视死如归，佩服佩服。星宿老怪，后会有期。别怕了，
我没有恶意的。我好了，我的眼睛好了。哦，姑娘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。我不信，我的眼睛瞎了，我的眼睛瞎了，我还怎么做人啊？我。我的眼睛瞎了，说不定治得好的。眼睛瞎了，一定能治得好的。丁老怪的毒药多么的厉害，怎么可能治得好的？我的眼睛瞎了，我的眼睛瞎了。姑娘，那边有水，咱们过去洗洗，先把眼睛里的毒药洗干净了啊！来吧。小心啊，来吧，别怕呀，这里就是西边了。不要难过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你放心好了。你是谁？我是。你连姓名都不肯告诉我，你还骗我说永远都不会离开我。我的眼睛瞎了，我还不如死了好呢。哎，姑娘。姑娘，我绝不会骗你。要是我离开你，就叫我不得好死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聚贤庄的人。啊，不，我姓庄，我叫庄聚贤。原来是庄前辈，多谢你救了我。能把你从新秀老怪的手里救出来，我心里高兴得很。你不用谢我，而且我也不是什么庄前辈，我只比你大几岁。叫你庄大哥吧，这不敢当啊。庄大哥，我求你一件事儿。啊，姑娘不要跟我讲求不求的，只要姑娘吩咐，哪怕就是把这条性命拼了不要，我也一定办到。我和你素不相识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是素不相识，我没有见过你，你也从来没见过我。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见面，还说见面呢，我永远都见不着你了。没关系，见不着更好。为什么？我的相貌长得极其丑陋，只怕姑娘见到了，又该不高兴了。你又骗人了，天底下最稀奇古怪的人，我见多了。哎，我有一个奴隶，我给他头上戴了个铁套子。永远都出不下来了，那才叫难看呢。哎，你要不要见见他？不，我不要。你的武功那么高强，你刚才抱着我急奔的时候，跑得和我姐夫一样快。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小。哎，张大哥，我那个铁杵挺好玩的，我让他给你翻跟头。哎，还让他把头伸进老虎和狮子的笼子里，让野兽咬他的脑袋。我不要看。那好吧。哎，你刚才还说，不管我求你做什么事情，哪怕不要你自己的性命，你可以给我办得到的。你都是骗我的。不，我绝不骗你。姑娘要我做什么事情？我想到我姐夫那儿去，他在辽国的云州。庄大哥，你送我去好不好？
怎么，你不肯？不是不肯，只不过我不想去辽国云州。刚才我让你去看我的铁丑，你就不肯，现在叫你送我到我姐夫那儿去，你又不肯，那只好我自己走了。姑娘，我陪你去，你一个人怎么成啊？凶好